负气铁堡。来，我说一下哦。贝尔面带。这个尸体五秒，三秒内，三秒内，两个尸体都三秒内，就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跳，我刚是地道，然后菲尔过来，然后鲁伊原本想说会再停一次电，因为刚刚已经停两次电了，然后菲尔走过来把它刀掉，然后菲尔离开，然后我就跳出来报告了。报告。杜克应该死在监控。嗯哼。他刚刚在看监控。了解，我不知道，要不要信我吗？米若，你当然要踩我，那我一定踩你啊！对啊，我侦探啊，你能保你是侦探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两个都是在做任务，然后你跟我说他死。我想确认尼克斯的位置在哪里。我现在在那个办公室，刚解完指纹，然后再看热像仪，然后就响铃了。那你看，然后我有看到外面有一个人。那个人是谁？有一个。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。热像仪的，在花园的是谁？亚拉吧，亚拉吗？那亚拉，好，那瑞塔在哪里？瑞塔、佩奇，那亚拉在砍柴。我跟佩奇一起。所以你们可以保彼此不出刀吗？对。好，那我这边的话，我应该是认菲尔，这边菲尔可以出去。那、如果等一下又双刀，就是米洛，然后。Okay. 是米洛，我在工具箱欸，他这样子，我离这么远，他可以诬赖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都等下到时候就都出去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都出去啊！我这边是，假设瑞塔、贝奇可以互保的话，瑞塔、贝奇，你们确定可以互保对不对？对，确定可以互保。那尼克斯跟亚拉这边就是要都出去就会赢了。富奇可以铁保，我看生死簿，富奇在我旁边死两个尸体，这边出飞了。啊！先出米洛。其实我听不太懂奥利的逻辑耶，就是对啊，为什么会盘到我这边？没有，我在，因为我都在左边呢。我跟你讲，听不懂逻辑就弃票，因为每个人他讲的意思都会不一样。好，啊、就看你们怎么去评。你能保隔壁，就是你们四个我知道，但是这四个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确定是飞了？因为我也不听，我不听的，听就太不太清楚。像飞尔跟米洛，飞尔跟米洛一定，飞尔米洛必出一狼嘛。所以等一下，如果再两刀的话，对，一定必出一狼。就是米洛滚出去就这样子、啊，然后我铁跑负起啊，瑞塔跟贝奇互保、啊，米洛说他是侦探所以尼克斯跟亚拉，你们一定出一狼啊！我觉得尼克斯比较脏一点、啊。嗨，哎，喊说瑞塔。结果是贝奇跟瑞塔哦，这贝奇，贝奇跟瑞塔，贝奇好冤呐、啊。对啊，贝奇是狼人队友吧？所以等一下哦，所以是瑞塔跟菲尔吗？对啊，瑞塔跟菲尔啊。那我刚刚重点是贝奇好冤呐、啊。等一下，那我刚刚盘的是没有错的吧？有错啊，因为贝奇。不是啊，可是瑞塔跟，小曼，我觉得是亚拉、欸。我让我讲完了。是尼克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卧室的时候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然后我走去生死簿，你们两个往上走，那个时候奥利就死了、欸，你怎么会怀疑我啊？那。你个性在哪？我在花园呢、啊。我刚解完工具箱，然后刚停电也是我解的。你们没有人来解啊？对，奥利死在哪里？奥利死在然后解完丢柴火的地方。我还没去过那边呢、欸。我现在刚从外面下来而已。在找我跟米洛的、啊。我就是从丢柴火过来的。我后面还有瑞塔跟贝奇，我先走了，他们两个还在，你可以问他们。你们刚有谁可以互保？我跟米洛啊，从头到尾。我跟佩奇，贝瑞塔，我在丢柴火的时候是你们走过来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是有看到亚拉啦，所以我怎么可能再回头？你懂吗？哎、欸，米洛，我问你，上一场你是看到菲尔面刀是吗？对啊，菲尔在变电箱那里面刀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断电，他是刀完之后断电，所以我可以看得到是他菲尔。我就直接看到他，所以确定一狼出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确定，
有检验员吗？这样比较好排坑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你们现在不是尼克斯跟亚拉，夫妻我是可以吧？那、啊、我只能投亚拉。我反正我现在任务做完了。那你们决定吧。我已经讲给你听我的路线了。侦探决定吧，侦探。看你搞什么事情啊？我都是检验我在说。那就不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投掉，不然就是我们再投对，然后再去票一个。可以啊，看你啊，就要投谁？我投亚拉啦。你们也可以选你们想投的，反正就亚拉尼克斯选一个嘛。啊，如果亚拉出去没有结束嘞，就投尼克斯、啊。尼克斯，尼克斯，抱歉亚拉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亚拉？你知道杀手是谁吗？谁？是瑞塔。我跟你说，贝奇狂暴那只瑞塔超级夸张。贝奇狂暴他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所以我才很惊讶为什么是瑞塔，然后贝奇竟然在保他。我觉得太夸张。我觉得贝奇是他开来一起。贝奇跟瑞塔应该不会骗人吧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是狼哎、欸！如果我们是双狼，我们早就我他已经会打我，我一定会找他。我现在谈的话，就是真的是瑞塔跟贝奇双狼，他们两个不可能，因为我真的不是狼，只有我真的在那边认真解任务。我现在任务全部都解完了，不管你们信或不信。嗯、反正亚拉出去，刚刚就说，要不然就两个都投掉，一定里面出一只狼啊！刚亚拉踩我，我也没有踩他。如果是的话，大家可以直接踩他。是你们这边一直说要选头的、欸，我是没讲话，是他们在讲话。怎么办，米洛？我好晕哦。看你们啦、啊。我只能说，我真的不是狼。那双狼，而且刚刚，我从头到尾，我们两个走一起。如果要双刀的话，尸体不可能离那么远啊。一个说在那个监控室，一个说在电解室，这样怎么双刀？我知道你们不会双刀啦，可是就是，而且我讲坦白一点，如果我刀的话，你会不会跟瑞可能贝奇跟瑞塔在太好，他替他隐瞒？不是因为如果佩奇刀人啊，我一定会，因为我一定会走回去看那个很近的东西啊，而且刚刚杀人都是那几秒钟的问题，不可能看不到吧？而且没有关灯的情况下，那个视野那么宽。怎么办？我只能说投我的话就真的输了，不会，因为双狼就是瑞塔跟贝奇。那你们其中有人是如果是双狼 啊，现在早就结束了。米洛就说没有，因为现在是五个人、啊，我可能会掩盖吧。米洛的话是应该不是狼啊，米洛他就跳侦探啦、啊。对啊，他踩菲尔哎、欸，菲尔他说他看到菲尔面刀啊。今天他看到菲尔面刀啊，所以是有看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米洛弃票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听亚拉的意见，因为我刚投错。我也觉得我投错，我需要对亚拉对不起，所以我还是投了一下尼克斯。哎、欸，干、哦，你们就输了。好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输了，白痴。白痴，他们就一起的啊，很明显啊。哎呦，没有啦。跟你讲，贝奇跟那个瑞塔，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一起玩的，然后可能一个人用狼人卡，另外一个人故意只跟着他。对啊，一个当狼，一个一直跟着他，然后保他。真、嗯、的？他可能喜分啊，这个就是喜分行为啊。是啊，这一定要检举啦。刚刚在右下角的时候，那个不是我在监控里吗？然后明明就是瑞塔跟。贝奇两个走在一起，然后还互相保存这样子，然后明明我跟你讲，完全被这就是简这就是简易版的喜分呐、啊。对啊，那分谁？他提一下找喜分刀，要检举他。米洛，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假装是侦探？等等，你们俩是不是双开啊？是不是？我都把菲尔丢出去了，你觉得我会是狼吗？
我刚才把我队友丢出去了。只能跟你说拜拜了。我感觉是爽开，只是我也没有证据啊。对啊，这应该是两个 好友在玩的，你懂吗？然后一个刀一个不包，我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佩奇，你觉得呢？你能开麦吗？一定是你们两个出一个。佩奇，我刚刚跟你走那么久，然后。没有没有，刚刚我所以这个不可能是我带走的，你们两个走在一起。佩奇，你真的不要晕船。佩奇，你真的不要晕船。这个很明显就是米洛了。哎呀，他裸踩我的话，哎，讲这超怕你们双开，然后瑞塔把自己票掉，瑞塔是好的，然后瑞塔去丢自己，看超怕。好吧，先跟尼克斯、亚拉、鲁伊、布奇、贝尔，我跟全部人道歉。干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两个，酷，我猜是瑞塔，哦，我猜他们两个可能就丢我，我是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是啊，他太夸张了，瑞塔，你是废物吗？你真的太糟糕了吧？你可以这样玩游戏吗？你真的好厉害哦！你真的是他妈的他妈的乱七八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段我绝对会上传影片，我会让你红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注意哦，瑞塔你给我下地狱，因为他一直在拉全家去的票，所以不是他，他们两个没有在洗分，他只是利用视角去蒙蔽他。不管都剪辑，没有，因为他一直在贝奇绝对是瑞塔，贝奇不是贝奇绝对是瑞塔的双开，就这样，贝奇绝对是瑞塔的双开，就这样。1916啊，干就不要。好、哦，有，好，你死过老婆吗？就这个。S 加 ，I'm S 加 ，U S U。